么螺旋桨的设计呢，就是个性化的搭配了啊，具备这个低噪音、低风阻、高强度工业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主旋翼壳，随玩家的喜好任意搭配多样化的色彩组合。那么我拿到的这张宣传单上有红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灰色，还有白色哈，有很多种的颜色可以自由选择，具有轻量化、超低噪音、低风阻、高强度与高效率的全碳纤维啊材质的这个组合翼，具备更高的飞行效率，有更长的飞行时间，也有更快更准的这个啊飞行的反应。那么个性化的设计，具轻量、高强度、高辨识度及啊吸震等特点的碳纤维特殊制造的工艺马达座，针对不同的玩家个人的喜好，也是可以啊任意搭配哈。那么在晚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有介绍的这个马达座啊，因为这个马达座的设计呢，它融合了这个融合了内置40安的高速电子变速器，可以切换马达的转向，具备高亮度的 LED 灯，在它的底部会有 LED 灯啊集成在里面，那么方便飞行的时候辨识这个我们的这个飞行器所处的状态。那么灯号的颜色是可以有红色、白色，可以随需求来切换，还另外还有具有一个电压警示的功能，那么平时电量充足的时候是三盏灯，那么会随着电量的下降啊会减少一盏，或者逐步减少这个灯量的显示。那我下面再介绍一下这个全新的 APS 杠 M 多轴自动的驾驶系统，我们叫飞控啊，我们叫飞控。那么采用的是高精度的感应元件与先进的演算法程式的控制，发挥出高稳定性、多功能、高可靠度的性能，支持4轴、6轴与8轴啊，8轴还支持8轴飞行器。具备多种的飞行模式，包括机械飞行、GPS 系统飞行、GPS 角度飞行、智能手动飞行。那么沟通这个返航与失控保护、返航低电压保护，当这个我们刚才说响起失控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返航。那么 OSD 的讯号输出、云台控制。还具有定点环绕功能，定点环绕功能。那么在电池的使用方面呢，是采用可拆开的电池板与电池的滑轨，更换电池一手搞定。双层设计的电池板，双层设计的电池板在这里，电池可以使用就是690L 可以使用一颗6S 22.2伏。那么容量在1万。喂，看这里。定点模式对吧？今天是知道定点跟随方式。刚才讲到电池啊，12000毫安以内啊，可以用单颗，也可以使用两颗啊，5200毫安，单颗5200毫安组成的这个电池。那么主要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搭载的设备不同，那么重心也不同，那么这样的设计就可以使我们调节重心的时候更加方便。